Hello，我是小光，欢迎来到小光的生日宝典。2月19号的寿星优点是大胆、果断，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还有创造力。但是呢，缺点是比较性急，情绪难以控制，不断鞭策自己，丝毫不放松。2月20号，寿星的个性让小光来看一下哦。哇，今天的代表人物是辛蒂克劳夫哎，哇、哦、，sexy。好，2月20的寿星优点是感情丰富，具有同情心，乐于与人合作，充满自信还有热忱。但是缺点呢，瞧一瞧，敏感情绪化，感情容易受伤，自我的防卫心太重了。2月21号寿星的优点是充满野心跟理想，精力充沛，还有意志坚强，事业发展非常的好。但缺点的部分瞧一下哈。感情相当复杂，常常会陷得很深，爱得很深，无法自拔。